照下休息下嘛，有時 lunch 啊或者點啊，咪唞唞下睇下，係嘛？啱唔啱？呢啲好正常嘅，但係呢個 post 就好好笑，所以我就分享俾大家。你覺得好冇笑？你覺得好冇笑？認真。你講呢三個，你哋有冇笑出聲？啱啱講幾分鐘，係咪一陣笑到咁癲？肯定係嘅，扮曬嘢，笑一笑，世界更美妙，啊！如果俾你揀，你會整啲咩嚇？整個香港特色漢堡，哎呀，靚波啊，郭大俠，啊！笑你低 B 啊，啲友就話，啊！原本冇笑俾我啲笑聲搞到好好笑。之前 YouTube 有啲片講話笑聲會傳染啊，呀，靚波啊！有啲鬼佬喺度笑，梗系笑笑下喺度感染曬嗰啲全場喺度笑嘅，知唔知啊？啊！將段片咧，唔知喺一紮鬼佬喺度狂笑一段 forward 出去咁樣嘅，即係一個人唔知影住自己笑，跟住就俾人哋睇，跟住一路跟住嗰個人又再個 mon 又會縮細咁樣，又會縮咗落去，跟住第二條又繼續喺度笑咁樣 loop 咗十幾個人噶嘛。笑声笑声满载，温馨系笑多啲咪好咯，一齐笑吓、啊。以前咩真情真情嗰个关海山喺度练咩笑功嘛，话咩笑系气功嘛，喺度哈哈哈，跟住激到嗰咩阿家好嬲啊嘛，话咩唔知有咩咁好笑，好走过嚟啊！你要多啲创意，好似嗰啲有讲咩香港脚汉堡啊，非常有创意。香港脚系咪其中一个好？香港嘅特色，你覺得？我要求嗰啲咩旅發局要將呢樣嘢列入去香港嗰、那個嗰、那個，即係嗰啲香港介紹香港旅遊網站。香港有啲咩 famous 咩 in Hong Kong， 跟住你又喺度嚇加香港腳。點解香港腳要加個香港？係咪香港人特別多人生香港腳嚇、啊？真心一問，唔係點解叫香港腳啊？正式學名叫乜鬼嘢？好、哦，非物質文化遺產香港腳係啊，可以向世界去嗰、那個啊靚啊，俾落去睇下點啊，契弟，俾上去靚波，郭大俠再吸過嚟，可惜啊都俾人擸一擸啊！我想知道香港嘅正確學名係乜鬼嘢啊？定係就係嗰個冇正確學名，英文都係叫咩 Hong Kong Food、Hong Kong Leg 啊？會唔會？好，哎呀，爭少少就難到啦。正確學名叫 athlete's foot 啊，即係嗰啲運動員腳，運動員嘅只腳一定臭嘅，係嘛？所以成扎，哎呀，運動員嘅腳係一定臭嘅，定點解？點解呢個名定多數運動員都有香港腳啊？香港腳嘅特徵係咩？生好痕定點樣係嘛？好痕甩皮啊定點樣係嘛？啲友要狂拗啊嘛，跟住嗰司機嗰個咩廣告咩用愛夫堅咧，成日講咩 Hi 用愛夫堅啦咁樣，佢話佢嗰個第一個音嗰個電視廣告啊，愛夫堅個廣告嗰、那個的士司機喺度唔知剎車急停定點樣啊，跟住嗰個後面啲乘客鬧佢咩急停啊，之後嗰個司機就話我生香港腳啊嘛，之後後面嗰個乘客就好嬲。就第一句唔知第一句聲音係唔知發出嚟唔知似啲粗口定咩，你哋就覺得好似喺度講粗口，就咩 Hi 用愛夫堅啦、啊，之後就跟住就會即刻轉咗去個 logo 啊，噴咗個愛夫堅有啲噴霧噴出嚟，唔知愛夫堅咩醫香港腳萬事萬靈，好奇怪，你有冇留意到咧？每次播完呢個廣告咧，就播嗰個黑旋風。佢孖住一齊播，你有冇留意到啊？黑旋風忍者威問除害，唔使用劍嘅，用黑旋風得噶啦。黑旋風夠曬威，黑旋風的確好使啊！一定係黐埋喎，你有冇留意到啊？啊，同一間公司出，即係攞啲嚇，會唔會可以溝聯用攞啲黑旋風噴落去香港腳醫，反正都細菌定點樣擠落去，跟住就冇事殺埋嗰啲。可唔可以倒轉用？
我啲爱肤兼喷落去嗰啲曱甴度会唔会死？认真，我讲笑啊，你唔好真系啊吓，讲真。仲有你有冇留意到咧？美元发财咧，一定系拍住嗰个咩 pigeon 咩婴儿用品啊，嗰个系有只白鸽雀仔嗰个做 logo 嘅，我唔记得嗰个叫卖咩噶，极旧嘅又系。N 年前嘅 Pigeon 婴儿用品，好嚟啦！嗰个系乜鬼嘢啊？我知道太多呢啲，唔系有咩咁大不了，知道嘅应该唔会系有乜嘢嚟杀身之祸系嘛？好，哎呀 ，B B 开心，妈咪放心，咁系咩嚟？鱼肝油。通鼻嘅有啲又话，嗰、那个通鼻系另一个咩呼街啊嘛，嗰、那个叫啊，好，而家好似少好呢啲旧式广告啊，仲有嗰个咩咩理工文啊，嗰、那个咩羊毛内衣啊，你记唔记得？你有冇着理工文羊毛内衣啊？就系、是、有个阿伯一个阿伯同一个僆仔喺度喺个棚景嗰度，一个就做早操，好鬼大只个，唔怕冻，另一个就。冻到乱公虾米咁样，就喺度牙震震，即系佢话点解你咁样冇事嘅？跟住嗰人就喺度搓自己心口，就话咩我自己有咩我着个理工埋羊毛内衣啊嘛，系嘛？有睇过？跟住咧，今日咧就有单有趣新闻嘅，有冇睇过？最近咧，佢话又有人咧喺嗰啲咩追思会度自拍打卡，你知系边个啊？估都估唔到啊！原来就系嗰个美国总统奥巴马，之后加埋嗰咩丹麦嗰个总理舒默特，之后仲有咩首相卡梅伦，佢哋喺嗰个曼德拉嗰个追思会嗰度咧，就系、是、唔知点解三个见到好老友定点样，走去自拍，好开心啊！人哋嗰个追思会本身好严肃定点样啊，其他人定点样？你追思会嘅性质就系咁啊，纪念话呢个曼德拉噶嘛，嗰南非嗰个前总统。之后奥巴马咧唔知做咩事，就依起爬牙图啊，嗰、那个啊丹麦总理舒默特同埋嗰个卡梅伦喺度自拍喺度耶，跟住又唔知喺 Twitter 度打卡就咩啊，跟住咧最好笑就系隔篱咧佢嗰个老婆啊，佢个老婆咧就黑晒口黑面嘅，唔知系咪点解就系、是，因为之后咧奥巴马就一路咧俾记者影到咧同嗰个舒默特咧有讲有笑嘅，嗰丹麦嗰个女总理金毛。靓女嚟啊！啊，跟住着黑丝，跟住佢哋又倾到谈笑风生，跟住奥巴马就依起棚啦。咁啊，结果就系咁啦，唔知系咪咁啦。跟住就米歇尔啊，奥巴马个老婆 Michelle 就嬲到窿晒口、窿晒面，另外一面冇眼睇啊。跟住有啲报道就话咩，之前奥巴马话咩之前试过激嬲过 Michelle， 之后 Michelle 好嬲咩？罚佢瞓梳化定乜鬼嘢？我话米歇尔好恶死啊！佢咁讲，哎呀 ，D D 想嚼啦，可惜慢一步啊！所以护住个皮球，俾翻你，好俾落去。有人话首相系丹麦首相，唔系呢个总理吓、啊，因为我照报纸读嘅，我唔知啊，或者可能大家有个。有个翻译错误定点样，我都系照读嘅，或者我记错啦，细个谂先啊。有人就话黑人梗系黑口黑面嘅啦，但系我意思系指佢嘅表情，你讲得啱，黑人会梗系黑口黑面嘅啦，但系我系指佢嘅表情就窿晒啊，好嬲啊咁样，好似好嬲奥巴马冷落佢咁样。好，你都落嚟啦，哎呀，大力少少俾到达叔，我就即刻一炮轰落去噶啦。好，大陆就读以前我哋读米雪嘅嘛 ，Michelle 嘅，而家国语大陆读音定咩就中意读咩米歇尔系嘛，系嘛？而家好似香港嗰啲都系咁样，嗰啲无线新闻有啲都系改转晒口做乜鬼嘢米歇尔，以前我哋好似都系读米雪。好，你点睇？你觉得俾你拣，你系？你覺得奧巴馬係咪有對嗰個女總理有啲意思啊？笑得好開心，棚牙依起曬㗎，依啊好似
嗰個姚明嗰啲黑色白嗰啲爆曼圖定乜鬼嘢嗰個姚明咁樣笑到眯曬眼即係露牙齒咁樣嘅喎，啊個表情有啲似，仲有嗰個似個咩嗨講呢啲嗰個阿叔叫咩啊？嗰個叫咩啊？周咩啊？唔鬼記得啊！你知我講邊個阿叔啊？嗨呢講呢啲嗰個表情咁啊，笑到好開心。劉江，係啊係啊係啊。好似啊，笑下都唔得，唔系唔得，但系你隔篱嗰个老婆喺隔篱啊嘛，你同第二条女有讲有笑，系嘛？而且人哋系追思会啊，知唔知啊？好严肃嘅庄重，人哋喺度吓纪念呢个伟大嘅南非前总统，系嘛？反种族隔离运动嗰、那个啊推动者，啱唔啱啊？问题喺呢度嘛，笑唔系问题，平时笑 O K 噶，系嘛？我都笑啦，啱啱讲嗰啲咩乜鬼嘢，香港脚汉堡都笑到抽筋啦，睇场合啊嘛，系嘛？啱啱先？好，系啦，对面又想反攻啊，小心啊！好靓噶啦，已经控到波啊，小心啊，两个唔好撞啊！哎呀，85分钟噶啦，只要我哋挨埋，又攞多三分噶啦。好，小心啊，黎英，俾上去，阴功啊！跟住仲有单，仲有单新闻嘅，佢话咩？近排咧，佢话有个索女华裔高材生，佢话咩玩啲赌 pair 啊？佢话咩赚咗成千几万？佢系咁讲，佢话咧加拿大有间大学叫咩滑铁卢大学，我开头听落去，哇咁唔老礼嘅咩滑铁卢啊！大家知道滑鐵盧就係當年嗰個拿破崙最後嗰場仗慘敗嗰個地方啊，叫滑鐵盧啦，就類似就係、是、嚇、啊、用翻我哋中國歷史就係類似就係三國時代嗰啲咩落鳳波啊，嗰啲真係超唔老禮嗰啲地方嘅，係嘛？咁啊，跟住咧呢、這個滑鐵盧大學咧就我啊，通常咧就理工科好出名咁樣嘅。咁咧佢話，但係唔知點解佢近幾年咧呢、這個學校啲畢業生咧個個咧。在國際嗰啲賭啤大賽咧，就個個都贏錢嘅。咁啊，最近咧有個28歲嘅華裔嘅嚇畢業生，咁啊叫做，誒嚟啦，等等啊，哎呀，可惜啊。咁啊，呢個叫劉軒，佢係音譯嘅，真正名可能都唔知道，可能淨係得佢嗰啲拼音定點樣。好啊，佢話呢個華裔女子咧就成日參加啲賭啤大賽，本身係天津人嚟嘅。好，吸到过嚟先啦，睇下点啊，想拖时间拖到完场系嘛？呢个喺埋去，哇，照样攞到波咁劲啊，引咗几个翻嚟噶啦，睇下点啊，黎英再嚟吸翻过嚟，黐线，完全世界级嘅咁样，哇！咁啊，呢个刘圈咧就天津女仔，咁啊识咗我滑铁卢大学之后咧，佢话咩突然间沉迷咗赌啤。跟住咧沉迷到咧學都唔翻嘅啦，佢成日走堂走去研究啤牌定點，搞到成績好低。之後近排咧就有個咩電視嗰啲直播比賽啊，直播賭啤咧就賭得好勁嘅，佢唔知贏咗成百幾萬加紙啊！之後又喺網上嗰啲賭啤咧，又唔知贏咗三十萬加紙，合共咧就千幾萬港紙噶啦。咁啊，而家咧就話咩世界排名榜咧，唔知第8位。之後下低好多人就即刻話咩圖片拎，跟住睇完就話咩，啲友就話完全都唔覺得靚喎定點。但係之後話佢身材好定點樣嘅，話咩佢用身材嚟搞到人哋啊！嗰個胸部好大定點樣咧，就吸引曬人哋啲眼球啊！嚇、啊，嗰度咧有張相嘅，佢倒緊啤咧就著低胸衫，跟住就喺度烏低喺度睇牌嘅，跟住啲友就即刻喺度講話，淨係嗰個都已經贏唔少男對手啦，佢就咁講嚇。佢、啊、一路倒啤就一路就嚇、啊、就騷佢嗰個啊！事业线啊，咁啲友就话呢个就系佢嘅优势，你点睇？番茄尽生日啊，生日快乐！放爆辉辉自自三个一齐生日 ，link GJ， 大家都打得好，可惜我哋第一场冇办法赢到，如果唔系我哋就升班啊！
跟住咧就仲有两单新闻嘅，啊，但系就其中一个咧就呢两单都唔系几好嘅新闻嚟啦。话说咧就佢话辽宁咧，佢话就寻日中午咧就发生咗件黐线嘅案件嘅。咁话说有个人咧就喺嗰个工商银行啊，佢话谂住喺度嗰啲柜员机啊，嗰啲 ATM 喺度谂住揿钱啦、啊。咁点知咧搞来搞去，搞呢搞路咧，搞廿分钟都未搞掂。即系排喺后面嗰条友咧就好唔锯，不耐烦啊，就即刻叫佢即刻走，快啲搞掂佢啊！如果咪嚼你啊，定点啊？即系嗰两个人咧就开始就口角啦，喺度嘈交啊，定点啊？之后继而咧就动武啦，闹下唔停口啦，之后两个人互砌，之后点知咧就黐线嘅。哦，后面嗰条友咧就唔知点解喺原来个身上咧就带咗把嗰啲蝴蝶刀啊，嗰啲可以接埋啲刀仔定点咧，就一嘢冲来吉落佢个心脏嗰度，吉落去嗰、那个用咗廿分钟都未搞掂嗰条友嗰个心嗰度，送院之后咧就证实不治。之前我已经讲过啦，我之前咪话过咧，就系话咩之前有单新闻就系话有个人就俾个贼候住佢，特登咧唔知揿到张卡，特登揿错密码，之后等个贼。冇得打劫佢嘛，等将嗰个柜员机咧就食咗佢张提款卡，即系个贼见到偷唔到钱就系癫咗，就冲埋路吉嗰条友嘛。大陆嗰啲柜员机咧就好容易有呢啲黐线意外，真系小心啲啊！真系啊 ，LIP 真系好惨，好阴公咁个钱。但系我想今日有啲友就话香港嘅柜员机咧就有限时嘅，佢话咩最多一个人就用唔知。二十分钟定点样系嘛？佢话有个指引嘅，佢系咁讲。跟住佢话咩？但系佢话高登嗰啲兄弟都有话咩？试过真系见过有啲有用好耐，你都会好猛嘅。佢话唔知十几廿张卡，张张揿嚟揿去，佢系咁讲。佢话有啲咩入钱？佢话有啲兄弟就话咩？试过有啲入钱机，一入钱机可以一沓钱咁入。佢话咩？有啲友咧就逐张咁入，佢入成世之后，佢话咩？佢自己去柜台排队仲快，佢系咁讲。喺大陆千祈唔好揿钱啊，危险啲咯。喺大陆揿少啲咯。如果有人打劫你，你都即刻揿几嚿水俾你啊，攞去饮茶你咁讲。啊，呢嘢咁讲。有啲人话见到师奶，千祈唔好排埋去啲柜员机嗰度。你排使用柜员机有冇啲咩心得嘅？系咪师奶通常用得耐啲啊？蜡笔小新都系咁啊，美雅成日揿到咩最后突然间揿下唔记得密码，跟住或者小新帮佢揿错密码，之后最后一次佢唔够胆揿定点样啊？其实系咪应该一张卡要排一次队？你都未必及到啦，讲真，你好难监控嘅，系嘛？呢啲系个人修养嗰啲问题嚟，你好难咁样话监控到嘅。讲真，排男人最多嗰条队，但系男人通常揿好快，求其嗰啲通知书都唔要啊，就咁揿，即刻喺度狂揿啲掣，揿到叮叮白烂，好快啊嘛。人越老咧，用机嘅时间咧就越耐。K Y 冯嘅生日啊，生日快乐啊！琴日见到个阿叔用咗四张卡等咗好耐，你通常会唔会用嗰啲咩通知书咧？会唔会揿埋？除非我过数，我揿钱一定唔会揿嗰咩通知书，系、啊、有一个叫咩快速提款定乜鬼嘢？我有一次睇，有一次新嗰啲柜员机，我有时睇落去我都唔知噏乜鬼嘢，系咪有一个叫咩快速提款啊？我提款点样快速？我想知都系咁吓，我想知你有冇人知道咩叫快速提款？因为我唔得闲睇成堆字，咁即系后面又有人排队，我唔想喺度嘥时间，又俾人攞刀捅或者点啊？跟住我就个时间嚟用翻传统嘅普通提款啊！好嚟啦，呢个直线先。哎呀，可惜啊，我飙埋嚟啦，好出过嚟，可惜啊，俾人拦到啊！有啲人用柜员机嚟出粮，点解唔自动转账？喂，咁佢自己每个月嚟都烦啦，系嘛吓？啊，佢个个月咁样入一堆钱，仲辛苦。好，
系啦，斩埋嚟，哎呀，哎呀，好食噶，小心啊！跟住仲有一單新聞嘅，就係黐線嘅。呢單新聞就完全係離曬大譜。有睇過有個最近佢話有個新聞咧，就係講咧佢有個小妹妹就喺嗰個小學嗰度嘅，那個小學嗰度咧就喺嗰個五層樓嗰度咧就跌咗落去。咁啊呢個小妹妹咧就得十歲嘅啫，佢話跌咗落去，佢話原因係未知住嘅，即係先唔好講嗰個點解跌咗落去先。咁啊，呢個小妹妹跌咗落去咧，之後就全校好多師生啊都知道呢件事，有聲巨響咁啦。咁呢間學校咧就嗰個處理手法咧就俾人咧喺度質疑，覺得佢係有問題嘅。咁咧就話説咧，咁正路咧，佢你見到有人跌咗落去，成身血啊，係嘛？你第一件事咧好簡單，你都係即刻係報警啦，係嘛？咁啊，正常都係咁樣啦，報嗰個救護車 call 白車噶嘛，啱唔啱啊？你有人啊受傷定點樣？咁呢個小學咧就唔係嘅，佢就做嗰啲咩事咧？佢就唔知叫嗰個聖約翰救傷隊，佢係咁講。原本咧個白車，咁我哋喺度懷疑緊啦，話會唔會嗰個聖約翰救傷隊近啲啦，定點咧？原來唔係嘅，個醫院咧就唔知距離呢間小學咧就只係1公里嘅啫。但系咧个圣约翰救伤队咧就系6公里嘅，系耐好多，足足咧就迟咗。如果系救护车嚟咧，正常唔知1-2分鐘就到。咁啊呢个圣约翰救伤队个救护车嚟到咧，就唔知要成10分鐘，佢足足啊迟咗10分鐘，佢话好关键嘅，佢话本身就可以，即系佢话多10分鐘嘅抢救时间啊，点都好啲嘅啦，系嘛？你都知道呢啲生死关头啊，1分1秒都系好重要噶嘛。咁啊，事後咧就啲友就喺度問嗰啲記者咧，就喺度問嗰個校長啦。我話點解你不叫救護車，就係都要叫嗰個聖約翰救傷隊咧？之後嗰個校長咧就冇好詳細咁答，佢就話咧就知道咗咧之後咧就已經立即咧通知佢跟程序嘅。佢第一時間咧就通知咗識急救，佢有急救證書嘅老師，然後咧就再通知呢、這個嚇聖約翰救傷隊。佢呢個係佢哋嘅程序啊！佢咩誰跟足邊依據程序就通知聖約翰救傷隊。跟住啲友再追問記者，再追問嘅時候，佢就話咩聖約翰救傷隊已經有報嗰、那個有報啊醫護車嘅啦，所以就佢哋冇報，佢係咁講。咁啊，但係啲友好多市民都話有冇搞錯啊？點解第一件事？因為聖約翰救傷隊咧就係、是。佢話嗰個受訓嘅時間咧就冇傳統嗰啲救傷車啊，嗰啲專業嗰啲救護員咧訓練咁耐嘅，係嘛？而且你嗰啲救護車先可以即刻車落去邊間醫院啊，作出最好嘅判斷或者點樣噶嘛？咁所以就好多人就喺度問質疑緊呢個學校係咪就話因為有啲兄弟咧就或者有啲網上嘅啊留言就喺度質疑啦，話呢個老師或者學校啊係咪為咗保障校譽咧？佢話因為。你一報警咧，通常咧就啊報十字車或者點啊，啲記者就會即刻知道噶嘛。唯獨是就係如果你報咗聖約翰救傷隊咧，可能就嚇嗰啲記者未必知。咁啊，佢係咪為咗維護校譽，所以咧就唔報嗰個救傷車咧？咁樣啊，你點睇？跟住有啲學生就即係至於點解佢會跌咗落？落嗰、那個即係咁高跌咗落嚟咧，呢、這個女學生咁有啲記者調查過就話咗係，佢話佢之前好似有俾人欺負過嘅，嗰、那個女同學有表示過，啊有啲女同學就話聽過嗰個跌落去嗰個女學生咧有講過話自己俾其他學生欺負，咁亦都有謠傳話係佢咩功嗰啲讀書壓力大或者點樣咧，呢、這個就未知住嘅，即係嗰個點解？会咁高跌落嚟个原因咧，暂时不明。但系咧，嗰、那个处理手法咧就肯定有问题啦。点解第一时间唔系 call 白车，即系 call 嗰个圣约翰救伤队，系嘛？应该睇得出严重事故嘅。嗰阵时嗰啲记者、嗰啲报纸都系咁写嘅。佢话有冇搞错啊？咁高跌落嚟。一嚟佢咁高笪落嚟，佢咁大声，佢而且成地都系血，佢话
肉眼啊，佢话唔使讲话咩调查或者点啊，佢话你一眼睇落去，离远睇落去就应该知道系好严重啊，刻不容缓啊，佢话点可以仲喺度啊？佢话即系其实冇咩即系藉口啊、推搪或者点样啊，即刻就要即刻报十字车啊！好。所以好惨啊！呢件事都就系咁嘅人间惨剧。你对点睇啊？我之前就讲过嗰啲社工咯，就系学校嗰啲社工啊，系有咩事第一时间督爆你或者点，即刻踢你出校。即系嗰阵时我就话有啲同学仔就话有啲咩问题就去问个社工，跟住社工咧第一件事就即系希望个社工咧就唔好讲出嚟啦，即系商量下问下个社工有咩解决方法咧。点知社工啊，即刻二话不说告俾训导听，跟住结果个学生就即刻俾人第二日已经被勒令踢咗出校，系嘛？好阴公啊！即刻冲入厕所打999，话知个校长。咁又系，嗰啲老师或者咩，可能应该都要咁做，或者同学仔，如果细个，不过可能太细个啦，小学生都冇办法，吓亲啊都唔知点做。如果大叔喺度，我就会啦，我就即刻报警，我啊即刻。冲出去！而家好多嗰啲学生都话咩吓亲啊，有啲小妹妹唔敢翻学啊嘛，报纸啊有咁写，可能比较惨咯，就系咁样，好难过。唉，讲翻啲开心嘢啦，好嘛？呢件事暂时啊，转下话题，好啊。话说咧，佢话印尼咧，佢话近排咧，佢又话要鼓吹咧，佢话啲安全性嘅敦伦，佢系咁讲啊。佢话喂，我话你哋搞还搞唔紧要，佢话咧最紧要咧啊，要做足安全措施。咁啊，佢计划咧就谂住啊呢个月后咧就喺度派嗰啲龙袍咧派俾大家使用咧，佢系咁讲。但系咧就嗰啲伊斯兰啲团体又好嬲佢啊，咁讲佢话你咁样唔系鼓励咧，佢话咩做安全措施啊？佢话你而家系鼓励咧喺度鼓励紧啲性行为，佢系咁讲派，哇！我话你系咪黐线嘅？你咁样派个个啊，哇正啊正啊，即刻哦，好似有个意识咧驱使人哋咧去吓敦伦，我唔系几好啊，真系好嬲。嗰啲伊斯兰团体咧就扬言咧就要发起啲运动咧，就要烧嗰啲龙袍啊，集体。我系笑，但系话你听，即系龙袍系用胶做嗰啲，你即系烧出嚟系其实唔系几好嘅，即系对嗰个生态环境，即系塑胶一烧出嚟极臭，唔知有咩二恶甲定乜鬼嘢有毒气体，你知唔知啊？塑胶唔烧得噶嘛。咁啊，而家嗰啲伊斯兰团体咧就好憎嘅，佢你知啊，伊斯兰团体就系最多，即系佢都系鼓励咧，就系话大家结咗婚先可以做呢啲咁嘅事情。好，系啊。佢又話唔好搞呢啲咁嘅嘢啦。佢話點解？我又覺得佢某程度上都講得啱，即係你派啲龍袍，有時你諗下，哦，佢你尤其是啲年青人，如果好彩香港係咪冇啊？冇派呢啲俾你哋啊嘛？我驚你即刻使用喎，好奇唔一定話係你哋嗰、那個，唔係講緊有任念或者咩嘢，我不如試下用都未用過咁樣，係嘛？耶！嗰啲教科书都系成日咁讲嘛，因为好奇心嘅驱使又会做咗呢啲事情，啊，因为好奇，咁你可能凹落去用下咯，我哋咁讲，戴下咯，你试试咯，咁讲，系嘛？大学成日派，我冇收过啊，点解？你大学有成日派咩？真系你边间啊？宿舍嗰啲先有啊嘛，我真系冇啊，我未噶，可能佢知道我根本唔正人君子。一定冇需要啦，佢话我知道，佢话你已经系黑几福利，佢话 good 啊，你觉得咁样派龙袍系咪有鼓励性行为嗰个作用啊？大家你觉得点睇？一睇达叔就知毒冇机会用，你系咁讲，黐线，佢系觉得我怪，话俾你听，你噶，小心啊！黑己復禮為人啱啦，就係、是、啦，我就係呢啲咯，黑己復禮為人，完全就唔會咁樣嘅。佢話唔需要啦，佢話大叔你一定係乖乖仔，順個正流水，冇需要做呢啲事情，靚噃。佢話冇需要用，佢話你只要送到埋口邊，你都唔會做呢啲咁嘅衰嘢。
啊